冷静！你身体健康啊！就你们八个能玩？谁？台服几十万人，要就是只有我们八个能玩的是吧？哈，就我们八个有厨子就对了，其他人都没厨子。大眼怪，大眼怪。真的有 Apex 吗？我看一下有没有人跟我们玩吧。Apex 是一个三人游戏，只有我一个人是玩不了的。我们假设我们有一个指定队友 B 哥，那还得再找一个。主播能不能把 B 哥找来玩战棋？别了吧，凭他那个智商玩战棋，把他电脑关了算了，真别搞笑了。好，感谢我的母语就是无语的订阅。好的，很经典。这给谁带呀？这个给谁带呀？这个这装备应该是玩不了佛爷哥了。我是腰带加反曲弓，没有半根魔棒。卖了吧，我少一件装备，还是我虫洞直接合，要吗？虫王，哦，哼，这什么小啊，没伤害我这样的话，我这把应该不是玩老甲，我想想。啊，先给雷文吧，感觉雷文还可以，光速 QA 一波。主要是我这样连败还可以多换一两只怪，就不用扣太多血。好运姐这版本不厉害啊。你们不发现这版本玩好运姐的人变少了吗？因为他伤害被降低之后，然后也没有人玩四皇牌，好运姐就变成个的了，没什么用。好运姐，我决斗牌好多啊，这把。嗯，我想想啊，榴莲家里要能吃个20块钱利息。来吃个20块利息吧。我怎么应该是赢了？给你吧。哎，这波失误了，应该要那个机器人换飞爱的。抓个亚索吧，有可能开三雷射等等。我们是腰带加反曲弓，我这边可以拿，我可以拿这个，
火甲吧，感觉火甲吧。这版本能玩塔利亚吗？可以啊，但是很难吃鸡，除非你真的是非常天虎，然后拉九，然后质量超顶，什么两星风女啊，然后两星星朵拉那些，那就能有机会吃鸡，不然的话就很抖。不做了吧。能玩，但是不知道第几名。想吃鸡可以找你，那请问找你是吃哪一种鸡啊？吃你的那个，这没赢啊，干！哦，哎，出三十块吧，就这样吧。吃你的那个呢？雷射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也不太知道这把玩什么，先过渡吧。目前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阵容想要去玩，装备也不知道在干嘛的。84力5等30块还可以吧，经济血量还算是蛮健康的。这把共共人天虎，虎在哪里啊？就给那个魔力之运给贾克斯了是吧？哦。这个还可以，如果这边掉反曲弓，不是掉那个全套可以做耳语，然后这个给龙王，好运点啥都行吧。还有，哦，还真有这个大剑科技枪。赎罪超赞，还可以吧。我感觉三垒好一点点，感觉三垒好一点点。哎，问题来了，这个装备等等给谁带啊？假设我们七等八等好了。龙兽吗？可是龙兽我有降智愈了呀。好运姐有点邪，好像只能给龙兽了呀，没了呀，没东西能带了呀。微扣子还真可以。披萨吃到饱，孤狼精神。选一碗枪手，选二碗雷射。雷射有同行。哎，就一吧。刚好有一只。我这个先卖了。感觉就先这样吧。但我在假装自己有孤狼精神，是不是？我在假装自己有孤狼精神。我选了两个海克斯这边，我第一个是披萨吃到饱，然后暗地里藏着一个孤狼精神，隐藏中的海克斯。我又输了，一胜一败。牛头要吗？牛头先不要了吧。等等拿前排装备或者是大棒也可以。
赛特。每天晚上就非常经典，很多观众在问伺服器是不是又炸啦？伺服器是不是又炸啦？感谢吉米的抖内，我看一下。赛特不要，机甲这版本不厉害，卖了。啊，达西萨古兰波。没有魔棒，我吐啦！那就拿前排装备呗。滴答一。左下放大不行，希望各位可以认真学习，不要整天沉迷女色。自古以来，英雄都是败在一个色字身上，英雄难过美人关。希望大家可以警惕自己，不要搞一些有的没的。那就拜吧，干你哪嘞？哎，看够了，妈的嘞！右下放大还真可以，右下放大还真可以，右下放大就最大，超级大，最大的那一种。啊，达西萨古兰波，我这个人还在摊地下两层，牛的。说啥呢？你在说啥呢？披萨吃到饱 ，nice！ 感谢鱼鱼的50块。你们不能这样啊，老哥！八等抽还是七等抽啊？你们觉得？我现在68D， 七等50块。好像是能上八，挨打个两波上八吧。我质量也不差，还可以啊，确实能挨打一下。看到美女就色色啊。OK。死相鬼，做了吧，感觉能做。大剑打掉，魔抗。哎，其实我应该大剑先打掉，然后再那个的。我应该大剑先打掉，再合装备好一点点。我这波失误了，不然我可以合反甲。我失误了，我想要魔棒，不是魔抗，我要做科技枪。这边不够细，应该要把大剑打掉再合坦装。反甲会比石像鬼好吗？这版本其实蛮多物理阵容的，所以反甲在某程度对物理阵容的限制比较大一点点。刷个升级，只买高档货，有没有机会？升级或者只买高档货？会。Oh god， 两个都有，那怎么办？二还三？我选二的话，我八等就可以刷五费卡了。我选三的话要挨打。我选二吧，选二吧，感觉是二。二还有10块钱。
抓早了吧？还好吧？我拉完巴等还有40块钱。哇，不过遇到这一家没办法，诅咒关面。主要是我这边拉八，我可以嫖卡，我有16趴可以嫖到五费卡，我觉得没问题。低的不好而已，感觉低的蛮差的。强风，强风能用，谁要滚呢、啊？这个换飞爱，然后这个换枪手，换那个大东，再找个牛头，挺好的。低的有点烂，低的很烂，什么有点烂？半张五费卡没看到，这叫有点烂，超级烂的。只能说很喝，只买高档货。太假了，这个几率。我需要那个草人两星大东，还有旁海，旁海可以拿。大东吧，这个装备给大东有用吗？哎，这个艾克我也想拿，这个艾克我也想拿。机器人先，你们别急吧，这机器人开蛮勇的呀，20%最大生命很，因为我现在的前排是猪妹，所以我得开个蛮勇羁绊给他，你们懂吗？我找不到飞爱，主要是有飞爱的话，我可以上飞爱的呀。哎，我先不低了，先这样吧，等等吧，先存一波钱吧，太穷了。或者是你们可以这样超级逊的，看起来超级烂的，这样超级烂的。夜色不急吧，下一波野怪关了，还可以看一下。23D， 我感觉要死了，下一波得找个五费卡两星大哥了。魔豆凯莎，魔豆凯莎没用，我没有多出来的 AP 装备，感觉我的质量不差，是外面太强了，我个人感觉是这样。第三个采菊太变态了，呵呵，每一家都在喷血，下一波得低好一点呢。我这个只买高档货，老实说有点坑爹，就好像没看到半张高档货的感觉一样。来排浪排浪，炸颗吧！挺好的，这两只两星就很稳了。来吧，大东，来吧，庞海。为什么是给扎克，不是给刘娜？刘娜就
雷欧娜就不是一个坦克，你们给他坦装干嘛？雷欧娜是你们爹是吧？能不能两星啊，大东？只买高档货哎！我现在是九等的概率哎，就不能给我一张输出两星吗？你看嘛，我真是吐了，好难过。雷射哥。辅助官免被我分身吊打，哈哈，太爽啦，太爽啦！冷静！你身体健康啊！哎，我大东啊，我真的是，我吐了，老哥。给我大东、小东、中东，干你的操啊！啊，不玩了啦，干！哎，还没吃到这个。主播，我教你一招，右下麦袋会一次来两只。那我们做个交易吧，如果没来的话，你要被我 ban， 要吗？做个交易吧，老哥。靠，我昨天掉150分呢，我总得过个年吧。感谢你的订阅。正义加行，神石，神石没用正义吧？感觉正义还可以。草人两星，我草，草，草。Thank you.
哇哇！我操！哎，好爽！七个宝箱，我绕，我操！最后一波了呀！第一个两星牛头。哇，他预判我的预判，这个人很强，兄弟们，这个人很强，这个人超强，这个预判超厉害的。就还没死。一滴血，你在玩你的那个？还想吹我？还行吧，我感觉我这把的装备还有那个阵容理解应该 OK 吧，反正就是最后能吃鸡，感觉是我是对的。因为我中间转阵的时候，很多观众在质疑为什么坦装要给那个，然后又不转那个，那个有的没的，我觉得还可以吧，我觉得我自己的想法应该是对的。主要是我上八只买高档货，前面那几波低的太差了，就没有半张五费两星，导致有点尴尬，一直被人家入。后面有低到就还行吧。